继影星周润发的岳父及发嫂陈慧莲的父亲陈守林日前因心脏病突发在香港逝世，基因已摆放到香港世界殡仪馆设立。大批记者于下午时分已经赶到殡仪馆门外守候，警方还派人到现场维持秩序，其后家属的花牌也陆续送到。由于陈父生前喜欢精致的鲜花，故灵堂布置以白色鲜花为主。身穿黑色礼服的发哥及发嫂傍晚时分抵达殡仪馆，虽然发嫂戴了墨镜，但仍然难以掩饰哀伤的神情。两人下车以后，传媒即示意发哥停下拍照，而一向合作的他也向大家报以微笑及挥手，不过发嫂就一直低着头，没有任何表情。发哥作为国庆的时候都人员广阔，有不少好友也致送花圈给亲人，包括有刘德华、杜琪峰、古天乐等，而亲身到场致祭的则有谢贤、许鞍华、万梓良等。